啥啥啥？你好，爸爸。马云，人格有志，饕餮。我的中文失级了。来中国后碰到零零后交流时，你们在哪里？啊？我怎么这么没有这些孩子？一会儿你走。啊？有点怀疑人生，我到底学的是不是中文？外国人学中文的重要性。叫服务员，你好，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哎，请问水饺多少钱？哦，等会你先别生气，我应该是说错了。啊，我要水饺。哦，我还以为呢。节目，哎，你们这边有没有节目啊？有的，请问你想要哪种节目呢？黄的那种啊。我耳没听错吗？外国人在国外学中文时，学我爱锻炼锻炼。我操！不，我操！这个字不好，不要学啊！我们接着来。老师呢？为什么你说？因为老师不小心的摔掉东西了，所以鬼就说出来了。我操！我先出去辞职一下。外国人在中国好好学中文的重要性。切，一看就是个骗子。不好意思，我不识字。我是哑巴。你别笑。对不起，好可怜啊。给你，好丢脸，好丢脸。会说普通话但不懂广东话的外国人。哦，请问今天过来洗头是吗？是洗头。是的，是洗头。洗头？啊，你想坐着洗还是想躺着洗啊？躺着洗。躺着洗会舒服一点，不过坐着洗呢会快一点。我这是先洗个头发，没事，今天不洗了啊，拜拜。你不要过来啊！来中国前学汉语。仿佛心如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柳光之为雪。哇，太美了，这样的文字真的太美了啊！不行，我还得去。来中国后学汉语。君实何物啊，猕猴桃。请问你说的是什么语言啊？国语啊。你居然这么傻都不懂啊，傻逼。老师上课教的。来看 ，mean 等于意思，跟我读，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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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了吗？学会了。考试考的根本就不懂我。你不说我怎么懂你啊？真正懂不需要说。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说出来有什么意思啊？我不说你应该懂。我又不是算命的，我知道你几个意思。没什么意思啊。确实没意思。对。现在我说话你觉得没意思了是吗？是我说的没意思吗？那我说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吗？那你倒是告诉我你到底几个意思啊？请问这个你不是什么意思？啊！刚来中国说英语。姐姐是外国来的，让可以姐姐教我们宝宝几句英语哈。哦，好的，阿姨。宝宝 ，It is 27th birthday on Thursday, December the 7th。哦，学会了，宝宝。来中国三个月。You see you, what did it? Just eat, eat, eat. 如意，你确定你英语说的对的吗？确定也有什么不对的吗？来中国三年。今天带如意来吃东西。Kiss me,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来跟我猪公仔，猪自扰园子。What? 就是猪头肉、猪蹄、臭土豆丝。Can you speak English? 稍等一下。当我以为我中文很好时，是没完呀，饕餮。Tomorrow. 医生，这是猪瘟吗？我每
做青梅做头炮啊。窗外的马甲子哎。外国人中文很好是什么体验？哎 ，Hello， 你好，老表。You're beautiful. Where are you from? 我的妈嘞，我来自乌克兰，乌克兰的。Oh, can you speak Chinese?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我好帅。我啊不不不不。你好帅，好帅！啊、不，你好帅！对，你帅，你头顶锅盖，好难哦！你怎么了，妮卡？这次加一笔怎么得到一个新字呀？真的，给我。这不就行了？你来中国都这么久了，感觉怎么样啊？中国什么都好，衣服漂亮。慢车，你来开火，东西好吃。再来一个油条，就是中国太难了，一撇一捺是。人生面摘很是大，大生面摘一很是尖，大生面摘一点是全。大前面下一天去大就加一笔一丝都不通，我太难了。